者年香晚台北报道，林真亦在角头二段古冰的嗑药女友梅娜戏份吸睛，人气上涨。她在网剧《N 世代》中台演运用高明手腕往上爬的女新人，与刘汉强饰演的演艺圈大佬标记过招，十分钟一进到底戏码，光台词就整整六页半，5000字，她花3天才背完，加上内分泌失调，在1个月拍摄其体重就掉了5公斤，拼跑厕所戏服全都要用架子夹住才不会滑下来。导演江宁表示，《N 世代》剧中情节有夜店圈的尔虞我诈，或是直播圈中的勾心斗角，甚至是街法演艺圈中的潜规则，大半都改编自真人真事。该剧预计暑假播出。林真亦拍《N 世代》期间因内分泌失调暴瘦，何立文创提供。林真亦拍《N 世代》与刘汉强飙戏，何立文创提供。林真亦拍《N 世代》小露性感，何立文创提供。少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，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。影音影片截取自 YouTube， 如被移除请见谅。